이렇게빙빙빙나라봉봉봉내가지은이렇게와라빙빙빙나라바다다빙주맨나오빠사랑해요오빠사해시엔요我姐会杀死我，我姐会杀死我。이렇게빙빙빙나라봉봉봉내가지은이렇게와라빙빙빙나라바다다빙주맨나내마지막의기가각기자오늘왜저만나마다시켜보와라소리지바보도빼애들은라이크까까큐아이왜저만나마지마지마지막의기가도저마저마진보불자아우라쿠가쿠까베레베이렇게와라빙빙빙나라봉봉봉봉봉빙빵이렇게와라빙빙빙bang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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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na na， 是的，撒来哟。오빠사랑해요，오빠사랑해시엔요。我姐会杀死我，我姐会杀死我。姐应该不会怎么样吧？反正你们都已经那个了，结婚。초진태일봄나무축하해오빠好帅最近夜露脸力挺小 S 一排蓝勾勾朝圣国民姐夫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有很多事情正在发生不是只有大 S 跟具俊晔不是只有他们两个我也还活着。小 S 做出席下肢慈善义卖，才在 Complain 新闻版面全被姐姐跟姐夫占去我衷心的祝福我姐但是我有跟她讲说好啊好啊你现在新闻一出来，我节目的新闻也没了，我唱片的那个新闻也没人要报了，都报你好了。哎，对哦，你出唱片了哈。对啊。哎，隔离中的姐夫马上发文赔罪，小姨子恭喜出新专辑，小姨子的任务九九乘法表挑战。처제새앨범나오고축하해이는사이사문육이사팔이오십이육십이칠십사이팔이십육이구십팔peace。姐夫这一发瞬间收服小姨子，也引来一堆蓝勾勾与各家小编朝圣。姐夫出关了，见面你要跟他第一句话会说什么？就是这件事情，我也是把我姐惹毛了，因为那个姐夫在那个隔离的时候，然后还是会视讯嘛，一直问他说你认不认识崔宇植，然后他就一直听不懂，说李钟硕、张赫说，哦，他们都太年轻了，我不认识。我说哈。我说那不然刘在喜呢？他说刘在喜也他也不太认识我，然后我姐说你干嘛这样逼他、啊？然后我姐说他好像有认识那个 Running Man 里面的哈哈。我说可是我喜欢的是李光洙哎。然后我姐说你有完没完啊？你把我老公当什么？他是韩文现在他韩文真的是很厉害。我说我不想再叫他欧巴了。我说因为。全部的人都叫他欧巴，我要真正叫他姐夫，因为贩卖韩文也蛮好的。他查了那个姐夫的韩文，好像是胸部，就是胸部。然后我就跟我姐说：“哎，以后他出来我要叫他胸部。”他说：“你就叫他欧巴就好，多人叫胸部啊。”我说：“拜托，他是你的欧巴哎，凭什么全部的人都叫他欧巴啊？”然后他就说：“你就叫他欧巴，不要胸部了。”我就说：“山。”我一方面是很祝福你，可是你们的新闻未免也太 over 了吧？他说我也没办法啊，我就是你也知道姐姐的，就是很受瞩目吧。他怎么很赞他？怎么可能？对呀、啊，他如果出现的话，你们还会拍我吗？对呀，笑死！然后你们就会，我就会在旁边一直这样发呆，你们就会说大孩子你怎么能？然后我就会在旁边这样。少在那边拿这种什么好烂的 idea， 所以现在都不合体了他应该没有想要跟我合体啊，想跟别人合体。出门前我老公一直说 ，baby， 你不要讲太多，你就说你很祝福姐姐就好。我说你去记者会看过我吗？哦，
不是明星的人真的没办法理解我们。他说那你就叫工那个工作人员把你拉走嘛。我说拜托杰后博啊，那不是我的风格好不好？我的风格就是装好人的小 S。如果你们问到一半了，我说不好意思，然后被拉走，你们会觉得我是有病啊？是不是该把你拉走了？拉不走啊，你现在从哪？所以还有我自己还要爬这个东西，不好意思，先走一步。好了，感谢 S 姐的大力提供，以下这段就献给你喽。我要挑战八的，你们看我跟他谁的比较好？但是呢，我已经知道答案了，所以你们开始吧。八八八十八八三十八四三十二八五四十八六十八八七，哎呀，重新了！没有重新，就是 NG 就 NG。